小姐，你府上哪里？我是河北。河北。我父亲是河北，母亲是山东。哦，河北山东。哎。好了，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了。反正这个，我刚才听你的这个语言天才很好，广东话会讲，闽南语会讲。刚才你说伯母是山东人。我讲的这么多里面，我讲的最好是山东话。真的假的？能不能露一手？我虽然不是山东人，但是我山东话讲得很好。啊，真的？我跟你讲几句好不好？好啊。邓小姐，你今天唱得累不累啊？啊，田先生，俺今天唱得不累。哎呦，真是好呀！啊，你既然今天唱得不累，那你继续再唱吧。继续再唱，唱到明天。唱到明天那不行，你唱到明天人家就不能睡觉了，明天还得上班呢。明天礼拜天。哦，明天礼拜天。你真要唱到明天？好，那我请教一下了，你继续要唱的是什么歌？接着为大家唱的这首歌是叫做 Goodbye My Love。 这个英文也有山东的啊。这山东人说英文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哎呀，不错，好。Goodbye my love， 我们希望再次以掌声来 Goodbye my